17号下午，记者随执法人员走访发现，大庆新都会董门店的电影院、KTV、溜冰场、儿童游乐城、美容美发等场所均已暂停营业。包括我们的电影院、KTV， 还有一些美容美发的行业，我们现在都已经是按照这个政府的要求，也是做了一个停业的一个处理了。我们作为一个市民也好，作为一个经营者也好，我们肯定是要支持我们这个疫情防控的这个要求的。在景岸镇新宁路附近，酒吧、美容店都已暂停营业，每家店门口都张贴了疫情防控相关通告。截至记者发稿，疫情防控联合执法队已检查密闭场所1909家次，绝大部分密闭场所主动暂停营业，个别场所经劝导后也执行暂停营业规定。执法人员表示，对拒不停业的经营单位将联合公安部门依法进行处罚。这个呢是一个娱乐场所啊，目前呢它已经主动停业了啊，我们呢会逐步上门去把这个我们市疫情防控指挥部的这个停业通告呢张贴给他啊，如果说他仍在经营的啊，那我们呢会把这个通告送达给这个经营部。除了密闭场所，联合执法队还对全区306家药店和2家发热门诊进行督导，督促其充分发挥哨点作用，严格落实疫情防控各项措施。记者在位于新宁路旁的建春堂药房看到，该药房严格执行市场监管部门的有关管理规定，对进店购药的市民严格实施四查验，即佩戴口罩、测量体温、出示健康码和行程码、出示24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此外，体温超过37.3摄氏度，粤康码为黄码或红码，以及未能出示24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的人员，不能入店购买药品。另外，全区零售药店暂停销售上呼吸道感染类药品和疫情期间需实名登记报告药品目录内的37种。